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再跟大家分享电影《Morning Glory》麻辣女强人里面的惯用语。今天的惯用语是 "move the needle"，例句是 "What if I get the ratings up? We've got 6 weeks. What if I move that needle just enough？" 如果我可以提高收视率呢？我们还有6周的时间。如果我们做的改善足够呢？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needle 呢，可以说是这种测量仪器，测量仪表上面的那种指针哦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利用这个指针的移动，也就是 move the needle 呢，这种特性就是来表示说它有这种现况有所改变的这种现象啊。所以说呢，在运用这个惯用语的时候，就可以用来比喻说，对现况做了明显的改善的一个意思哦。那么这就是这个惯用语的一个说明，跟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。